对一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可能我会提前在家里看很多纪录片，然后在足够了解它了之后，可能我对这个东西怎么拍怎么表现插入补缺嘛。盐其实就是中国的百味之首，中餐它根本就离不开盐。那像我们自贡这个地方，它就是井盐嘛。我了解了我就是井盐的各种历史，然后古人的一些我们的前辈，他们真的非常聪明。柴米油酱醋茶都已经拍了，跟这边的师傅去学习一下做盐的过程，就是在什么时候加黄豆浆，然后怎么去打泡子，怎么样去分离杂质。你带筐筐，然后吃里边那个木筐子也可以带。我不希望在我的视频里面有任何一丁点出现的，就是比如说不够，就是这个知识面它不够全，或者是它有一点点，哪怕只是带偏一点点错误的知识面，那个就是那不能出现的。所以必须就是你本着一个责任，因为有那么多人看你的视频，所以你还是必须得做好，因为那细节必须要抓，因为只有你自己了解那些细节，了解整个原理，就是它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才能更好融会贯通的你自己把它揉一揉，再讲给别人听，再呈现给别人听。做内容其实好多东西我不见得就也全会，就我可能对农村的一些就是农活啊什么的，你从小干然后比较熟一点，但其实你说真正的接触到很多非遗的那么专业的那么就是全面的东西，我还是后期有自己就感兴趣的会去学。你在做之前你把它的原理弄清楚，然后其实好多东西你只要下功夫去学，你掌握到它的原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是这样需要熟能生巧。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他们很喜欢看我的视频里面的，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美食，我觉得美食无国界啊，大家都喜欢吃，大家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所以说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喜欢我们的美食，也是喜欢我们特别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也不光是我自己个人的魅力，我觉得还是我们国家很，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自身本来的有的魅力。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也有土豆。然后我们国外人那就是也有土豆，土豆也有不同的做法，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茶，然后其他国家也有茶，然后只是说可能它的喝法和做法不同。我们的板栗，然后有国外的朋友他们就会留言说，哎，我们那儿也有板栗，在我们那儿板栗是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板栗蛋糕，可以做什么就栗子蛋糕之类的。就是他们就会去就是留言，我视频里面有的他就会去讲他们那边也有，他们那边有什么做法，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真好。其实最早开始做这相关的东西，我并没有说非遗的这么一个概念，说实话，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我拍的不过就是一些我家里日常需要的，你像我第一个做非遗的作品应该就是千层底，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冬天我就想说我给我奶奶做一双鞋，因为小时候都是她给我做，然后所以就做了这个鞋子，然后完了就哎呀她就觉得什么这个就是传统文化什么的，我是说哎好像是哎，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其实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都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祖先他历久弥新一代一代的改良，一代一代的去精简，然后把这些就是它的就是优势就更加的明显，就感觉他们特别聪明，然后就去掉不好的地方，然后就继续改良，一直到今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东西。那它本来就是源自于生活，所以它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无可避免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做内容出身的人，可能我也想更多的去生活，因为我现在的节奏其实有点乱，因为也有点自己的事情，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很忙，就是你看着好像视频也没有多少，但其实一直在不断的累积素材。我觉得最近可能我的状态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我的作品它可能还不见得是我脑子里面那种完完全全是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的那种
感觉，我觉得还差点。我从做自媒体2016年到现在到今天，其实已经习惯了外面的各种评价，看着有时候看见不太好的评论，就是也会想说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干嘛这样。但是有时候你会很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顾及那些东西，你还得去追着做别的事情呢。现在啊，你可能比以前更多的能看见，就问小朋友你以后想干嘛呀？我想当明星，我想当网红。你想现在我们在这个处于信息时代对吧，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信息碎片里面，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就是我们成年人很多时候就不见得能够去区分和提取正确的有用的信息，更何况是小孩。所以我不太希望我们孩子从小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不用努力，靠运气就可以成功。所以我更想让他们知道的就是，其实还是好好的要做自己的事情，就踏踏实实做，咱们先做事儿，一定要让自己有抓住机会和幸运的能力。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做好自己的事情，机会砸在你头上也是没用的，抓不住。我倒是想能够就花点时间去沉淀，去把我脑子里面就是那种真正想的那个东西跟大家呈现出来。但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好多东西就是还是需要学习，还是需要积累。风吹麦浪的时候，它的风是怎么吹，花是怎么开，其实我特别想把我在我眼里面看到的四季，我眼里面看到的一些很美好的东西能够通过镜头表达出来。